你又做咩啊？我扮灰姑娘啦。啱啱接咗 event， 个客 send 嚟嗰啲货品，个个一着扑啦。 Emma，easy job。跳翻拍舞都得。女人真系好犀利啊！使乜讲？投到未啊？公司啊，有攞唱啊？除咗佢。食咗火药咩 ？M 到啊！ 唔玩咪唔玩咯。搏炒啊！嚟，开工开工。矿泉水同文案几时有啊？即到，即刻 print。 喂，Wingmakers。哦，你等等啊。阿香水个 event 咧，边个负责噶？有记者问啊，搵唔到个地址啊。 Maple 负责噶，我查一查先啊。Hello Wingmakers。哦，你等等啊。 香水 event 咧，又有记者打嚟啦，话个地址错咗。地址都搞错，不知所为。添少，解释。咁嘅我孭住几个 event， 所以上咗间公司嘅网站。 跟住點啊？唔小心攞咗間公司嘅舊地址 send 錯曬俾啲記者，搞到佢哋網門釘。如果啲記者冇去到個 event 度，咁會點咧？如果做唔到指定數量嘅報導同版面，個客分分鐘會炸營，仲要公司賠錢。咁大鑊，你咩啊？對唔住，又冇下次噶啦。仲有下次？ 点解你一个人孭住咁多 event？阿达执俾你做啊？唔关大姐事噶，系我话要做多啲噶。咁点解你咁恨做咧？你知噶，我想赚多啲 commission。咪就系因为你贪钱咯，做唔做一点揽晒上身，喺公司狂接作，出边又做 part time， 成个环境你估掂啲嘢咩？我冇做 part time 好耐啦。你同阿 Ted 点埋一份，做钟点嗰啲唔系啊？你七手八脚啊，铁打万能啊！你可以一心二用，可以唔影响日头份工咩？ 而家你一个人出错，唔系净系影响你自己，影响埋其他人，成个家随时俾你搞散。你知唔知维持一个屋企几唔容易、几艰难？你又当玩？你有冇谂过当事人感受啊？玩玩玩，随时玩出个大头佛啊！喂，你讲咩啊？我咪道咗歉咯，做咩咁燥啫？我唔想再同你讲嘢。呢个 file 你讲嘅，啱啱Jenny走咗，果然好厉害啊，可以引到阿 Ted 出手。我知道顾生而家都好少 lift 升集团嘅事，亦当时翻去开会。我咪今次系想翻去睇下阿直嘅表演，点知系估唔到阿 Ted 会出场咯。好彩阿 Ted 有能力做到场 good show，不过我唔系好明白。 500份人咁固执，点解你可以令到佢同你一齐做戏嘅？500都系像老豆嘅，佢点会睇唔出阿 Ted 唔系真系嬲佢爹哋？佢咁恶搞，都系想引顾生多啲注意佢啫，人心肉做。咁直言呢，你真系呃佢啊？阿直份咁直，唔知好过知啦。 你可以放心啦，你爹哋应该对阿 Ted 改观噶。 而家都系第一步咋，之后条路都好难行。话晒对于爹哋嚟讲，佢心里面净系得家姐，都冇我同佢踢嘅。啊，我谂你应该一早知道上海件事啦。点解咁讲？你鼓声穿晒啦，今日咧咁 high 咁激昂，上一次咧虽然平静。
睇阿 Ted 嘅感覺。識聽音樂喎。音樂就最易反映人嘅情緒啊。咁點解顧承芬咁樣扇你，你唔出聲？冇證冇據講嚟做咩啊？其實我讀中學嘅時候就已經介紹馬啟光俾我識噶啦。不過我冇諗到我咁信佢，俾曬成單工程佢孭飛，佢為咗錢出賣我。上年我台灣見到佢，佢咩都同我認曬，但係有咩用？爹哋已經判咗我死罪。啱嘅，過咗咁耐啦，馬啟光有一身屎都唔會走出嚟指證顧承芬嘅啦。都冇籌碼，講咩都冇用。做人咧就好似打橋牌咁。你成手好牌嘅，梗係出到盡啦。但如果成手爛牌嘅，咪死守咯。只要你有足夠忍耐力，一定可以翻身嘅。直言乜嘢都叻，就係個人太好。我諗佢呢一世都唔會明白玩牌嘅竅嘅。我諗佢到依家都信，我就原諒咗家姐。咁每個人都中意用自己嘅標準去判斷其他人嘅。阿直份人咁好，又冇機心。咁啊，咁或者依方面，我會比較容易同你溝通嘅。今次多謝你，但我仲好貪心。如果可以令到阿 Ted 入伏身嘅話，下次到我買香檳同你飲。諗諗。最新劇集《逆天奇案二》已經在 TVB Anywhere North America 上架了，北美的觀眾還等什麼？快點去下載這個 Apps 來煲劇吧。